这好用，可以有一点吃你啊。其实我小时候刚出嫁，已经结婚啊，是信花百分之十的股份，也不过伊林肯原谅我，不过真会抓回来。所以周胜强并无故意不爱替我照顾宝囝，伊也是当年迄个铁堂外大兄。我是一个当为着你起笑的查某人，我可能想要做你的太太。拢是我唔好，是我袂好看人，叫我怀疑死，这还能变干呢？林美妍，你一个虚伪、两道的查某，今仔日我就跟你拼。就是你外口黑白造谣，害咱迄块地继续欠薄。伊当然无可能承认是伊帮的风声，也毋过伊竟然知影真有绑票的代志。结果周振年伊用绑票的代志，不管同人知，连检察官往那倒一卡，伊到底安怎处理代志？你莫一定感觉我真好过好无？当年的代志我嘛是有苦衷的。为了钱一卡甲我踢开的，这就是事实。你就是迄个无情弄毒的查某人。大叔讲比安尼，迄、那个官嫂就讲哦，安尼过两天见着就会落来。丽红敢付钱啊？阿未啊？孙丽红啊，已经去找建管处的官员啊。连阿伯你拢知影，俺就代表讲已经接到风声，安尼对生活来讲是足危险。我的手机已经关机啊，你当安心啊，讲心里啊。连我手机关机，是要去倒去找人？咱直接双标，两家 case 这该解决。就是你啊！把所有人也等去调查。